3, 2, 1。林俊杰。我讲不起他的名字，那个名字就卡在我的喉头，然后出不来了，白痴喔！今天我请君君远端帮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照片，他把它都变成就是对卡通化了，然后君君会一张一张放给我们看。我们这边上有放了一台笔电，待会呢就会看这台笔电跳的画面，挑战猜那些人物都是艺人，台湾艺人。我不知道君君准备了哪些艺人，但是我想相信君君对艺人的了解一定都是准备很有名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3、2、1。周子瑜，屁嘞，这样看得出来。我想说台湾有这么年轻的，不是，我脑中第一个浮现是谁啊？长发公主，周子瑜啊，长发公主，她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哎。好，下一个喽。好，我举手，我举手干嘛？我太有礼貌。我们两个都得分，我完了。有一点难度哎，他没有办法第一眼就知道是什么人，他是要想一下。完了啊！之前要挂蛋，但目前云问还是陪你挂蛋，所以你加油。来吧，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人。哇塞！周星哲不是那个演那个想见你的那个，那叫什么名字？许光汉。我觉得之前不是。好啦。阿尔，你陪我，对对对，陪我阿尔，来，三二一，啊，林宥嘉，啊，我知道谁，然后就那个名字，他那个头发，谁看得出来？他我都听到兜圈了，现在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兜圈，我是脸盲，干嘛像要断的一样？好，三二一，啊，我知道，我是讲不出名字，阮经天吗？不是，彭于晏。哎，我想不起他的名字。彭于晏啊，他是金秀贤，可是他是韩国的，是台湾，这个连志谦都知道哦。真的假的？哦，把握稳住。3、2、1。林俊杰。我讲不起他的名字，那个名字就卡在我的喉头，然后。跟我的许光汉也一样，什么你的许光汉？我说跟我刚那一题的。有点大。好，下一个哦，这也是大家都知道哦。Oh my god！ 3、2、1。周杰伦。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现在还是零。还有什么新一代的游戏黑洞？新一代游戏黑洞哦。好。3、2、1。蔡依林。是蔡依林哦。哦，有啦有啦。下一个，3、2、1。杨丞琳。林恩。啊，你刚刚杨丞琳，对，我没有叫出名字，但是我答对，是只有他只有。他刚刚说杨丞琳。之前不要再。之前很焦虑，不要发出噪音，你安静的在那边陪我们录影就好。好。好，来喽，3、2、1。啊，同那个不是贵，是贵人美人哦。什麼我想要讲柯佳嬿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跑出彭。卡通化了之后，就像柯佳嬿了，所以就是柯佳嬿是卡通化的桂纶镁。好，下一个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美女，张艺谋。啊，是你应该想太多了。好，3、2、1，张钧甯。对，耶！那你真的知道，你就会马上知道；那你不知道，你看就像的，我觉得蛮像。啊，你懂我的心情是吧？每一个几乎每一个都是这个样子。他一直在想办法找话讲。陈妍希，对，他为什么变那么胖啊？不是他本来就肉肉的，他变很短呢、欸，他很像哎。好，下一个，3、2、1，再来两个，黄阿翔，对对对对对，像吧，很像，很像，超彩华姐的，其实我都讲不出来。不然我们下一题让志谦，好，你让我慢慢想，好，那不然我们就先安静10秒，他讲不出来，我们再讲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哦。就让我至少有个一分，对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继续安静。我喜欢看梗图啊。好，那这个我觉得很好。好，那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呀。3、2、1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屁啦！我知道了。不然我们出声音给他提示可以吗？讲台语的。干安呢？不是，但是他我觉得给他提示他也叫不出名字，他只是顶多知道这个。对啊。好，算了算了。
来，我们数到三一起讲，一二三，苗可丽。哇，对 ，OK 啦。什么苗丽啦？苗丽。脑中浮现的词是站出台。好，之前不知道的哦。好，我继续跟阿娥玩了哈。3、2、1。龟客家宴。对。龟客。龟客家宴。好，下一个。3、2、1。咬眼。哎，这里。对。下一个，这个字先一定知道。那我们再让他一题。香蕉哥哥，那个头戴太涂抹孩子的微笑，跳舞跳不好都被吃掉了，难怪每一集小朋友都不一样。下一个喽，3、2、1。谁啊？陶史瑞克。他演过什么？是关键时刻吗？对。他叫什么？代理班。不是关键时刻主持人，但是我在叫什么名字？我俩不会耶。宝杰。刘宝杰，我先啦！刘宝杰，下一个，这个字先一定知道，我们让他靠自己。好，我要学会独立，对，自立自强。妈，我可以的。好，吵什么？3、2、1。这，哎嘿嘿！讲名字，快点，快点！吴宗宪。对，好雷啊！就是他很不是，我很喜欢闯他的土，可是他这样。你这样一，我生日那一天，他竟然是传吴宗宪的自拍给我看，说祝我生日快乐。后置可以帮我 P 那一张生日快乐图给大家看看吗？导演，这个之前知道吧？谢谢你那么看得起我，可是我好像让你们失望很多次。3、2、1，大圆，对，啊，是这么久，831还是这么久？什么？我还重啦？啊，你后来都觉得那些数字很长。是吗？大圆。不是，啊，就差不多那些乐团嘛。你不要被骂。八三幺是唱摇滚流行，然后顽童是唱老式。拉手拉手。摩拳擦掌，我要拿下这一盘。3、2、1。太阳有。哇！我本来想要盲猜胡瓜，蛮像的，变这样。但那个刘海只有点，只有那个发。我跟你说，他的记忆点是什么？肩膀上那只鸟，然后那只鸟还卡住。我跟他差几分？现在不能脱口罩，我是希望你们大家看到口罩底下的摇摆表情。好，第三名就是云蔚。云蔚摆脱，不是电竞。好开心！摆脱游戏黑洞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